分享一个裤子开后带的做法，我们用个小纸片跟着这个纸皮的边走，这样走上来，然后把带贴放上去，翻到反面来，同样的方法，用个小纸片跟着这个纸片的边缘走，这样走到线，然后接下来打剪口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麻烦你点个小红心支持一下。打好剪口之后，把带贴翻到反面来，然后在两头的位置固定一下，这边同样的方法，把小三角固定，最后带贴以裁片着到线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